洛杉矶的车展最早是于1907年举办的，是目前北美地区第三大国际性的车展。仅次于底特律以及纽约车展，是众多新车登陆美国市场的一个舞台。其中众多品牌的新车型均选择在洛杉矶发布。为了还原素以及时尚现代，是并驾齐驱。近60款车将会在本年度的展会上首发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福特、丰田、起亚以及尼桑的新款车。 在本届洛杉矶展会上，福特汽车正式发布了2015新款探险者。新车的外形设计进行了全面的改换，主要对车头及车尾处进行了一些调整。前大灯的样式相比老款有明显的改变，并增加了日间行车灯，整体调整更具魅力。而下进气口则采用蜂窝设计，而且搭配流线线条，更具观赏性。 新款探险者侧面和尾部变化不大，只是采用了一些全新光能源尾灯，同时添加了下部护板，增添了一些时尚元素。福特探险者与其他同类车相比，内部的优势则更大。在轻松可以坐下5位乘客的基础上，后备箱内的旋钮可升起第6、第7座位，使之成为一个豪华7人座商务车。后排座椅并可全部放倒，增加载货量。 在安全方面，配备全景摄像头、自动泊车、20寸轮毂。动力方面，新款探险者提供 2.3T、3.5L V6和3.5T V6发动机，其中3.5T 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360马力，传动部分三款发动机均为6速自动变速箱。另外，新款探险者配备全系四驱驱动。